者曾文荣台北报道，丁国林、萧蔷日前上华视综艺《非常赞》上演看奶大战，先后祭出陈年老奶与长腿争夺张飞。丁国林不仅主动贴上祭奶，连腿都主动夸起张飞争宠。我最喜欢成熟男人，全场人包括张飞独喷鼻血。丁国林还自曝曾经跟张飞好友简长私下透露爱意，却遭简长亦没有韩国血统打枪。萧蔷则穿一袭透视装现身，当张飞坦诚自己跟另外一半一定要分房睡时，萧蔷竟语出惊人，表示我可以让你很累，保证可以一觉到天亮，大胆言论让全场恍然。丁国林当天一出场就对张飞告白，我看到我的偶像我会脸红，我耳朵都红了，还自曝张飞是他一直以来的偶像。单身的他坦言担心小鲜肉靠不住，所以坚决跟那套说不，我喜欢成熟的男人，但是很可惜都已婚，为了不让丁国林赚美玉钱，萧蔷也来争艳，穿上从香港定制的透视礼服上节目。至今单身的萧蔷终身大事成为众人关注重点。萧蔷表示他的个性比较很难找到一个让自己自在舒服的人，所以至今都单身。张飞也不说自己不适合有另外一半，因为我一定要分床睡，旁边人动一下我马上醒。萧蔷忍不住回说我可以让你很累，累到叫不，现场氛围顿时被搞得颇暧昧。萧蔷立马补说我可以带你去做瑜伽游泳啊，保证累到睡住。丁国林主动倒贴挤奶，连综艺大哥大张飞都懂为调盆鼻血，华视提供丁国林主动倒贴挤奶，连综艺大哥大张飞都懂为调盆鼻血，华视提供